象一将再把马踩掉，将对不军，对？果然啊，打象一吃，将把马给他蹬掉。吃。这样的话呢，应该说呢，暂时化解了前方的一个危机，消灭红方的马呢，汪特大呢也算是喘一口气啊。两个人时间都不多了，刘祖勇选择了杀卒啊，先把卒杀掉。刘祖勇杀卒，黑方呢车一平四平出来。汪特大呢现在还剩下17秒，他的时间不多了。红方直接挥炮打车，走得非常凶。这里呢，黑方只能车七平九，先把车呢分边啊。红方这几招棋呢走得也是非常的犀利。那么还好呢，黑方有一个车在这儿啊。红方顶马呢，黑方可以马二进四跳进去。欢迎庄哥，庄哥好，各位棋迷晚上好。这个棋呢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烈，挑战者刘祖勇的时间也上来了，他还剩下20秒，汪洋16秒，他也剩16秒了，两个人的时间基本上并驾齐驱，他选择走棋了。走棋选择了平车，准备下底直接推死汪洋。这个棋下炮直接要推死汪洋。汪洋选择了马六进八，赶快把马跳出来，否则呢，这个棋前炮进一呢，汪洋直接被闷杀掉。那么，汪特呢选择把马跳出来，红方呢选择退一手炮，这里呢退一手炮。那么汪特呢？现在不能选择马八进六。如果选择马八进六呢？红方有打象啊，因为这儿车呢别住了自己的象眼。红方出车，黑方出车，红方选择了前炮平二，这样呢，黑方再把炮退回来。我们两个人的时间啊，两个时间都不多了。刘祖勇还剩下4秒钟啊，走棋了。现在把车点上来，这里准备打象。汪洋先把车点上去啊，这个棋呢两个象连上啊，这个棋走得非常激烈啊，非常精彩。红方选择躲一下，这样呢，汪洋是车四平八，两个车呢拉住啊。红方呢平中炮，准备炮打中卒。现在时间不多了，两个人都剩下10秒。黑方选择跳马进去，两个人进行最后的一个搏杀。现在黑方跳马进去也有非常强大的一个攻势啊，下底一将卧槽呢，这个棋非常危险。红方呢一看，赶快先顶住。黑方呢下底一将，现在形势对红黑方非常有利，直接挂角将了。直接挂角将了，这个棋将了不敢吃，吃了可以踩车的。汪洋没看出来，汪洋选择了前车退回来消腰对啊，这个棋把车对了呢，黑方也是不错。这样呢，先对一下挂角一将呢，再把车吃掉。这个棋呢还踩着车，红方的车呢要退回去防守，赶快退回来去抓一下将马，军，将一下。那么红方老帅只能上天，两个人杀得吃。难解难分，只剩下十几秒钟。这样呢，红方现在形势非常不利，下底先将一下，黑方呢把车退回来捉炮。啊，这样的红方已经是慌乱之中呢，先打掉啊。这样的话呢，这个棋啊肯定是汪洋占优了啊。那么挑战者现在是时间紧张，有点慌乱，顶不住了。汪特大呢吃掉红方的拱下来，这样呢汪特大直接先把底象把底士杀掉，这个棋啊基本上胜负已分啊。那么汪洋呢保留这个马五进三呢不去将，先扫掉黑方红方的士象。啊，这个棋呢取胜基本上啊没有时间了，刘祖尧马上超时哦，这样结束了。啊，恭喜汪洋呢是战胜了这第6位挑战者，恭喜恭喜啊！